你也不要开什么6万多的，最后一口价16800。这真不行，真卖不了。挂着呢，看不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强，现在去一博城那里淘货。对了，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就是明天1号嘛，晚上我开始又要上班了。现在去一博城那里逛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淘到什么货。走，出发。这个多少钱？6万5。6万5？这个便宜的你没看。这个便宜一点吗？啊，对。好像同一块料啊，这个。后面不行，这里有一条壁雕，还有这里有一点棉。这个便宜很多是吧？这个多少？4万5。哎，我还以为有多便宜了呢，真的是。这个6万，这个4万，这个便宜2万呢，真的是好。要这个总比这个总好一点啊。对。哦，好很多。一看就标准，有些人不懂，他感觉哎这个大便宜。大翡翠不看大小的。你一看就懂行。卖价。你能看多少？没给你乱看价呀。有一句说一句，15000。放下吧，差太远了。你不要开什么6万多的，真的是这种啥货？差太远了。你这个是双证的吗？是的，都是双证。大师公。对，都是双证。我拿到那边去看一下。这件货质量很高，种特别老的打单全部翻例，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它做龙牌一般都有很多壁雕的嘛，但是这一个呢，一点点裂都没有。这个工真的太霸气了，双证的大师公。但是他开价6万多怎么谈啊，我的天。其实按照自己眼光来看的话，有一句说一句啊，2万左右可以看得到的，开价太高了。挺喜欢的，老弟怼不怼啊？怼啊，看他干嘛。那么贵怎么怼啊，老大？拿住你的杀头价。嗯，人家给我2万多都没卖。给过2万多？对啊。我信你个鬼。真的差很远。我给你16000。啊，这是一开头的货，这品质高，你一开头的话你这个都拿不到。这个一开头拿不到。对呀、啊、一看第一次跟你做生意货的人他都要这个，还大还便宜。翡翠看大小了吗？看质量的好不好？你大有用吗？这两个无齿牌呢？嗯，那两个7万5。7万5？对。我的天啊，7万5啊，一斤还可以。这一份料之前我拿过，我拿过，也是一对拿的，在那边拿的，好像。多少钱拿的？不告诉你。商业秘密来的。肯定没我这个好吧？没，比你这个还要好。比我这个还好。真心话，骗你小狗一个，这样说了，真的，卖掉已经卖掉了。钱卖不还不谈那个了，谈这个。最后一口价16800。真不行，真卖不了。行啦，真的。哎，人家都快收摊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人家快收摊了，才跟你说这么低啊！人家真的给过2万多了，要不然……挂我不要，看我挂真的看不到，高货之中的高货。本来这种防水料大块一点的精工，整个市场都很少很少了。现在这种料子你知道吗？但是拿不下来也没有办法。能看到多少钱？最起码那什么，你没2万也能卖掉。2万，2万性价比就低了一点。其实2万真的看得到。要不我们再回去怼一下吧，看能不能怼下来吧。没有办法，今天没有淘到什么货，但是呢很难得很难得。其实昨天晚上我逛天光市也没拍到视频，就是没有淘到货。今天就看到这一件喜欢一点的，真的淘货就是这样的，慢慢来怼呗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再怼一下吧，看能不能拿下来吧。行啦，你拖拖拉拉有什么用呢？真的是，那个你都说要4万多还便宜，你要的话明显一点，整数吧，1万7。行，我不是差一个200，差200都不行啊，不行，真卖不了。你帮我问一下你老公嘛，真的是。妈，你不是带带的吗？这带真卖不了，我刚给你了。真的顶疯了这种货。你妈妈实实在在说的呀，我就是差一个200。17500。还不行。不要挂了，还挂下去没有生意做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挂挂你，你是双手大师傅的，你一下子全部赚完没用的，长久做。是卖个成本价，你要上别的地方，人家你要很高。那种炒的，卖得出去才有用啊，是吧？你炒高没有用啊。真卖不了。
11000-12000吧，高峰了。你问一下，我真的要回去了，我不想跟你磨了。真的很狠啊！哎，为了一箱货，跟你在这里磨了半天了，真的行就行，不行拉倒。真的行了，你问一下，你问一下。啊，你问一下，可以卖，又不是。你哪里亏？你这一家卖高一点就行了吗？都教你要懂货了，这个怎么卖高呀？没有，你这个没有这个好。幸好懂一点，不懂的话6万多给你，哎呦，17800是吧？嗯。终于怼下来了，平时有很多粉丝都叫我去淘一些好一点的，不要专门拍那种便宜的小不定的那一种东西。其实不是说想拍什么拍什么的，我们出来淘货，无论是大还是小，反正自己看得上，看得到性价比，无论是高货低货，我们一样收的。但是要易，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淘货，知道吧？